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腾腾。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这个域外行者的续阿里巴马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目前是开到105伏，这个开的还蛮多的。然后这个游戏呢，好像是跟之前的《神魔 OL》是一样的。那不过这个选职业的画面好像做得有比较精致一点。那一样是有六大职业：狂刀、剑君、灵柱、隐刃、神射，还有魔僧。那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好了。灵柱、隐刃，神射，男女比应该算是1:1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就选这个魔僧好了。哎，那直接创建角色。那每个职业应该都差不多啊，反正初始就能够赢哦。好，那么打到差不多34等，我们就可以来兑换一下我们的这个礼包码序号。我们点右上角的福利活动，然后在礼包卡这边直接用。那我这边来找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网络上找到一些序号。来，第一个这个 VIP 666，好，那领取哦，这个是可以用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的话继续兑换，来 VIP 38，VIP 38，好，这个是可以的。好，那么再来试一下这个 SVIP 38，那这个应该就是可以哦。好，这个也是奖励已经到背包。好，那我们输入这个 FL 36。FL 三个六，好，那这个接下来是 FL 三个八，FL 三个八，那接下来试一下这个 SVIP 三个九，好，这个也是可以成功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些奖励呢，应该就是可以在我们的信箱内领取哦。那信箱没有的话，应该就是直接送到我们的背包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背包有什么东西，这里直接送20美元的直出卡碎片哦。那需要集齐200个碎片才可以合成一个。那这个现在都还不太能够和解。那剩下的话，上面这些像这种2美元的、2美元的，那像上面这些2美元的支出卡就可以直接使用了，直接储值获得这个领域哦。那现在上面的话，已经有来到143万的这个领域哦，能还燃算起是核？福利应该还算不错吧？我记得后面的话还是有这种我的目的财不神驾需到、他人揣神测，尊卡，看很它这理边解。疯狂涨。那剩下的一些现免在费必支须出，麻这边醉，是可以犹领一能下如的。何？老夫一那我们个再来穷给都大家没有看一到他下们一剩片。下的一些其他的活动好了。在线奖励也是可以领一些这些领域的哦。然后等级、签到这些都平常每个 MMORPG 都有了，每天领个这8万。大荒，一草一木，一禽那一这些主畜，线任务我们我就让都它想自动的与。跑，应该男人就可薄以了。情寡义，总我们是获胜得过了女每人个一游戏一筹定要有的。的翅膀了。那这些超值活动看一下啊，那这个花的货币好像比较不一样哦。那我们看到这是神域，我们拿到好男像人薄只情是类寡似绑义，定元总宝是那种胜性过质女人一筹的。哦。不过它还是会一直掉这种支出币，每分的支出币哦，可以直接支男人出，然薄后可以情提寡现哦。义，总是胜过女人一筹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支出在哪里哦。哎，还有1美元的手厨大礼哦，这需要储值才能够直接获得，哎，直接塞到你的背包里哦。生死几灭，众生哎，于支出币好我像是可皆以分能解的，了，我们来看看。我于众生哎，分一皆下，不见。没有什么支出币啊，还是说是在额外的地方？今夜美酒，那这是啥？美元支出卡碎片。因为我们这边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嘛，这要50级啊，这边也是可以用一下。拿到应该都是灵玉哦，就是上面的这个东西。真正储值获得的好像是这个叫做神玉的。生死几灭，众生于那我们现在应该我皆又有能这么多了，红点点呢，我于众而且我们生 VIP 10这边都还没有皆领呢，不我见。们稍微领给大家看一下啊。那这边就一堆金币啊，然后一些宝石。好，这里是更多金币跟更多宝石哦。有一个坐骑浮云卡跟蛮象兽魂，那这里 VIP 7、VIP 8、VIP 9，都送了蛮多的这个宝石的，红宝石，还有铭文跟小有钱财的称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翅膀提升，
直接一键使用。战力是加了还蛮多的，直接加三万，灵气也是一样，然后这也加了25000。哎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宠物提升，这边都弄一下啊，福源卡。哎，那我们继续主线任务60级。只愿浊尘浸阳。还蛮忙的，要一直点这些东西。何其多！你身体修养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继续。哎，这怎么没办法出来？卡住了。看一下角色，奇宠这边用过，宝石也是可以一键镶嵌哦，非常方便啊。然后把这些都装装，战力也是可以提升蛮多的。反正就玩这个爽字这样子。刚刚领了那么多，你宝马序号应该也是蛮有用的。我这边橙色铭文。这些其他的可以把它升级升上去。我们已经来到23万的战力啊。那这个还没有开哦。稍微打一下，不知道刚刚在打什么东西哦。投资计划，那这边应该也是厨子的开服活动。哦，达到就可以直接领一些金币啊，还有一些装备啊。商贾货物应有尽有，登录有礼，这边是领什么？好商量。拿一个称号，还有一些支出卡，美元支出卡。第七天应该送的最好，幽冥白虎啊。第六天长发及腰，好像都是一些东西哦。灵玉就是什么北斗，然后大翅膀圣火之翼啊，盖世高手。商贾货物都送蛮多东西的，价格吗？哎，继续强化。他直接送我们一个剧院的体验武器哦。拿到我们这么多金币，就是要来强化一下装备。哎，直接全部强化成功。不是强化下的战力还蛮少。好，那这样就强化完了。就交给我和总管吧，你们尽管放心。那这升级真的算是蛮快的。那超值礼包应该也是要储值才能够获得的。欸，没有，这个一般我们的灵玉就可以买了。那我们来稍微买一下，这边花掉的话需要消耗68万，我们现在才200多万，那我们最后的话就把这些都买一买好了。来，灵玉礼包，好，这边买不起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全部都用了。哦，应该是在变强这边哦，翅膀提升。众生鱼，我们这边全部使用。我与众生。哦，我们翅膀就疯狂提升了，那我们的200万就这样瞬间消失了。啊，翅膀提升，刚刚应该也都弄过了。好，这边可以一键使用，哇，直接加了快7万的战力哦。那剩下的也是一些比较普通的东西啊。然后这边也都可以提升一下。那宠物提升，这里刚刚忘记按。你身体修养好了吗？还有幻化提升，奇宠的幻化。哎，这边有个灵兔升级一下。好吧，那我今天的这个域外行者的需要你帮忙分享，其实完就差不多拍到这边咯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